你为什么没有跟我
跟我的女朋友已经半年没有做爱。为什么？让我们来分析一下，男人通常会有个烂借口。没什么啊，就没有感觉，完全没有欲望。我认识一个还不错的医生。怎么样都打不起劲，所以你是 gay？ 他在试探我。不，我喜欢你。我喜欢跟你们做爱。他在调戏。你不要吵。只是我觉得我们之间的热情没有阵痛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也不希望这样啊。男人总是装出一副自己很深情的样子。那你想试试看吗？女人总是一副装出很纯情的样子。说，我跟他是跟我。你看吧，通常女人播下的诱惑种子啊。我家到了。你可以不要说到诱惑啊。今天一个人，拜托，没事当心。我是他爱情的第三者。那你呢？